去朋友家过年。睡衣飞行骑漫画，你就去朋友家过个夜，还有好几天的笼子早收拾爪子哦。哎呀，当然要提前准备啊，你不懂。终于放寒假了，我得和泡泡好好玩。小飞，小飞，快进来！来了，泡泡，今晚是我的 girl night 呀。小飞，快来，花心不开花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小谷黑花后也太帅了吧！他好可怜哦。这是我妈在抖音上吃好味年会节买的脆脆生香脆薯条，六种口味，一般还不到2元，礼盒装好看又有面，还有这些好吃的，随便吃。哇塞，真是帅，好吃到收手指。在哪儿买的呀？点年货街逛抖音商城，或点击评论区就能一键入手同款，超多年货礼盒和零食好物都是下定价，这一件立减不用送，超值超划算。我也让我妈提前买年货，过年得多囤点啊。啊，你说那个超哥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啊？哦，感情这个东西吧。夜猫白龙门走谁？水饺。在朋友家也太好玩了。呀，妈妈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